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63页。好，那讲到第二这里啊。好，现在看12胜一切人。他说啊，这复次佛有二事啊。他这里是在跟佛跟其他一切众生来比啊，那凡夫圣者来比啊，佛胜一切人啊。那第一个大功德神通力，第二个第一尽心诸劫使灭啊。那主要是佛陀的神通功德以及智慧啊，那么这两种啊，那不太一样啊。那我们也可以大功德神通力啊，那有时候讲三昧啊，那就是能够啊，那么有种种的这种啊，那力量。他说：“诸天虽有福德神力啊，那神通力啊，那天。”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做上界，一种叫做下界。啊，下界是欲界，欲界有六天啊。那么上界是色无色界，色无色界啊，那、基本上啊，如果一啊一般的说法来讲，色界有18天啊，那无色界有4天，总共有22天。但是色界到底有几天啊？这个部派讲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大概从16天、17天、18天啊，到20几天都有啊。但我一般说的就是18天，色界18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各3天啊，那么四禅啊，那有9天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最上面的是5不还天啊，这是一般的说法。好，那他这里讲啊，这个诸天虽有福德神力啊，那一般来说啊，比较会示现在人间的是初禅以下，初禅以上的就比较很少很少啊来到人间，尤其是色界天的天人啊来到这个人间啊，他基本上阿含经里面有讲啊，他身体没有办法站立。那也比较少啊，非常少来到人间，初禅以下啊。欲界天是依十善业的，欲界天是依十善业，色无色界天啊，那么基本上比较依定业啊，所以不太一样。好，那所以有福德神力，但是啊，这些天人啊，三界里面的天人，那么主要有两种啊。那么三界里面，因为不管是欲界天还是色界天，那通常都是所谓的啊凡圣同居啊。那比如说啊，出国二国的，那么多数在欲界天；三国的在色界天、五不还天。那么这一些天人也有啊，也有圣者，那叫做。这个凡圣同居，那阿罗汉基本上就不来三界了啊。那所以啊，但是如果从大圣经典说，那比如说回小向大的啊，那么有可能啊，那这个是依大圣经典讲啊，依法华经了啊，法华经讲是可以，阿罗汉还没就近啊啊，那。他只走了300里，还有200里还没走啊，那还要回小向大啊，然后就近成佛。
那如果一般若经讲没有回小向大这一件事啊，那么如果依如来藏经典讲不用回小向大啊，那自然而然啊，它的佛性起作用，那么它就会迈向成佛之路啊。所以大藏经典其实在这一部分讲的不太一样啊，法华经是要回小向大，而且也一定会回小向大啊，因为唯一种性啊，唯一个大圣种性，只有佛种性啊，没有三，没有声闻辟支佛佛啊，就是佛种性，所以他必定会回小向大啊，但是要回小向大。那般若经的话就不是哦，初期的般若经它是，你只要证了阿罗汉，叫做焦芽败种，你没有办法回小向大啊，那你就永远不能成佛了。你就永远不能成佛，因为就焦芽败种了嘛。如果是如来藏经典啊，像《胜曼经》啊，《楞伽经》，那么因为你本来佛性就具足，本来就佛性具足，所以你自内在的佛性就会让你啊，就是你本来就已经具足佛的智慧功德圆满了。所以你也不用什么回小向大这件事，没有啊。但是依你内在的佛性，你也不是修行成佛的，你就是把障碍你佛性显现的那一部分去掉而已啊。所以叫做有一点就是回到本来的清净啊。那如果像华严经这一种的又不太一样哦啊。华严经是讲性起，就是你的佛性是本质具足的啊。它的经典语言就是啊，这个如来智慧具足在众生身中啊，其实就是心中啊，具足在众生心中啊。但是他写如来智慧具足在众生身中啊，那众生愚痴颠倒妄想，不知不见不生现前啊。所以他讲心啊，因为我们的心是具足如来的智慧功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颠倒妄想，所以啊，不知不见不生现前，所以才会轮转啊。所以他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他在缘起之外，另外讲所谓的性起啊，这个性其实就是你具足一切如来智慧功德的这个性啊。由这样啊，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反正就是他依这个心，那么成佛啊。那么如果像如来藏经典，它本就具足了，本来具足啊。那华严经是依这个性，依这个佛性而得具足啊。那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像胜曼经它就讲，众生依如来藏啊而有生死，那么如果没有如来藏啊，不能这个众生不会啊这个厌生死求涅槃啊。所以依如来藏有生死，依如来藏有涅槃啊，如来藏是生死依，也是涅槃依。但是这个如来藏是本质具足的，本来就具足了啊。那跟楞严经讲的也是一样，就是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主啊，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生死流转，皆由不知常住真身，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其想不真，故有轮转啊。他基本上就是说，佛法在讲这个心性成佛这一部分，看起来大圣经典好像都是讲成佛，但是讲的不太一样。如果是唯识的话，那是那个心是杂染跟清净合合的啊。这无始时来皆一切法等一，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啊。它是阿赖耶识里面有杂染清净合合的，那么你去掉杂染的，那么在清净的里面啊。但是这个清净里面，这如果一唯识的来讲，五种种性的话，有一种人是没有无漏种性的，所以他是不能得解脱的。有一种人虽然有无漏种性，是没有佛种性的啊，所以他也不能成佛。他可以解脱，但不能成佛啊。那这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同样在讲心哦，但是这个心是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未来会是什么状态？为什么？啊，这一部分唯识、如来藏、法华、般若、华严，基本上讲的不是完全一样啊。如果我们仔细跟它分别的话，它其实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一唯识来讲，
三乘是就近说，一乘是方便说。依法华来讲，一乘是就近说，就是一定会成佛，一定会成佛啊。那这个回小向大就可以了，而且一定会回小向大啊。如果依这个唯识来讲啊，不一定会成佛，也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小向大。那么你可以回小向大的，也不是说你证了阿罗汉回小向大，证了阿罗汉也不行。就是你有不定种性的人啊，你可能这个不定种性还必须，这个不定是佛种性跟声闻种性不定啊。那么你选择了佛种性，那么你才成佛啊。你修习了大圣菩萨道发菩提心，你才成佛。如果你没有佛种性，你就是发菩提心千佛加持，你也不会成佛啊。那这个是唯识讲的不太一样。那唯识跟如来藏的不一样是，唯识是必须你第一个你要有佛种性，那你必须发菩提心修学圆满成佛。那么如来藏的经典啊，比如说圣曼经啊，那么或者像楞严经这一类的啊，那楞严经这一类的大这一类的如来藏真常心跟圣曼经的又不太一样啊。其实是说我们在大部分的人就是读大圣经典，然后读了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其实不太一样啊。三界为心跟万法为识这两种观念是不一样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两个也不一样哦啊。圣曼经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就是佛了，你已经具足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你有那个成佛的种性或可能性，那么你必须透过修行圆满成佛，跟你本来是佛，你要恢复本来面目，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其实佛法的思想从佛陀之后，那么开始朝各个方面，当然跟当时的时代跟地区有一些不一样啊，有一些就是不同。那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因为时代跟地区的因素啊，那佛法有多方面的发展啊，那这个是说我们讲过般若经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成佛啊，跟所谓啊如来藏经典啊唯识经典里面的成佛啊，基本上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是讲到说啊，这个天人里面啊，有所谓的凡圣同居啊，那出国、二国、三国啊，基本上都在这个天界，那也有在人间的啊，就是人跟天通常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个人间也有出国、二国、三国的圣者，然后有阿罗汉的圣者，有余涅槃的阿罗汉，无余涅槃就不在这个世界了，出三界了。有余涅槃啊，那所以人跟天基本上都是凡圣同居。啊，那天里面的五不凡天啊，那么基本上依佛法的说法就是啊，那三国的圣者都升到那里啊，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啊，特别是色究竟天啊，那这个是天啊，那阿罗汉基本上就不来了啊，就没有再轮回无生了。啊，但是我们说，如果从大圣经典里面来看，阿罗汉因为没有究竟啊，他如果依法华经来看啊，他还会回小向大啊，所以这个是，那这个只是大圣经典里面的法华经这么说啊，那他必须要回小向大啊啊，那但是其他经典不一定讲回小向大的话，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就顺带讲了，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那他说啊，跟这个天人来比较啊，他有两种，一种就是啊福报，跟凡夫跟圣者比较了啊。那么凡夫里面天啊福报大，但是他心不清净，有诸结死啊不灭啊。那么诸结死不灭，我们要说刚才讲人天都是凡圣同居，出国二国三国。他是出国二国三国，表示他仍然有结死未灭，但是他有灭了一些，但有一些未灭。比如说正出国的人，他就断三种烦恼而已，身见、戒、进取、疑，啊，他就断这三种。
那但是还有其他的，还有很多。如果我们依俱舍论的烦恼论来说，啊，这是三解啊，然后恶果薄贪嗔痴，三果断欲贪跟嗔，啊，阿罗汉就断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啊，就那这个断了，无明断，就所有的烦恼都断了，都断了，啊，那就没有了诸结死灭。这个所以真正要讲诸结死灭，就一切烦恼都灭，那必须是阿罗汉。必须是阿罗汉。那阿罗汉是灭烦恼，那有没有灭苦呢？有余涅槃，灭一切苦。那有余涅槃，灭辛苦，啊，不灭生苦；无余涅槃，灭生苦跟辛苦。这我们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哈。这就是烦恼，叫做结死，啊，烦恼跟苦。那通常是这样啊，因为烦恼造业，因为业受苦，叫做惑业苦，我们叫做惑业苦，啊，惑业苦。那一业有轮回啊，所以苦是由生死中来，苦是生到死之间啊，那不断的生死叫做轮回，啊，这个叫做究竟苦。好，然后所以阿罗汉的话啊，如果是凡夫跟圣者，凡夫跟圣者，凡圣的差别不太一样啊。那么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就在有灭烦恼跟没有灭烦恼而已，有灭烦恼跟没有灭烦恼，但是苦还是一样苦哦，苦轻跟苦重啊，但是苦一样苦。那如果圣者的话啊，如果我们讲一生闻的就好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出果须陀洹，啊，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啊，那出果它灭三结而已，三种烦恼结死，这个就是结死，啊，那这里叫结死，啊，那么五结、十结、无立时、无顿时、九十八时啊，反正就是形容词。那么三解啊，三解它是这样的哦，啊，等一下我们再讲。然后恶果是薄贪嗔痴而已，就轻跟重的问题而已哦。薄贪嗔痴三毒，啊，薄贪嗔痴就是三毒，三毒是所有烦恼的总称啊，其实就是烦恼变薄了啊。那么三果是断欲贪跟嗔，叫做五下分解。五下分解主要是欲贪跟嗔，欲界特有的烦恼，欲界特有的烦恼就欲贪跟嗔。那四果上五上分解，那这个欲贪嗔跟三结叫做五下分解，叫做五下分解。下界，下界在这里开始分，这个是下界五下分解，五下的种就是欲界的烦恼啦，叫五种。五种欲界的烦恼叫做五下分解，这个是五种色无色界的烦恼啊，那叫做五上分解，就是三界的烦恼，不是色无色界，欲界也有啊。那基本上，但是主要是在这里断的。那这个叫做色贪无色贪，除了欲贪之外啊，有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色贪无色贪，其实因为贪爱有分色贪跟无色贪啊，欲贪色贪无色贪啊。欲贪、色贪、无色贪，这个是贪爱的部分。然后调举慢无明，调举慢无明。好，这是我们稍微现在讲到诸结死灭，我们就顺带讲啊。然后这里，所以你把欲界的烦恼断掉了，你就不来欲界了。所以三果叫做不来嘛，阿那含叫不来嘛，不来不来不是不来轮回，是不来欲界。生死而已啊，那么你证了阿罗汉了之后，四果证了阿罗汉之后，烦恼就断掉了啊，烦恼断掉了，它还有过去生的业，过去生的业还形成这个业，过去生的业形成这个生死生五蕴生啊，形成这个生死业报生，形成这个生死业报生叫做五蕴生。
啊，这个是五蕴身。如果是人的话啊，那么通常是人或天也可以啊。比如说，如果是无色界啊，那五不还不是无色界，色界的五不还天，三果升到那边，它一样有业报身，那个是色界五不还天的业报身。那业报身它一样有苦啊，有行苦嘛啊，所以它苦仍然是在的。那阿罗汉灭一切烦恼之后，他的业即使过去的业也不会成熟了啊。那但是现在的业，过去的业不会再成熟了，已经有的业不会再成熟，现在的业受完就不会再受。那现在的业行前的这个业报身还有，所以他仍然有苦。但是这个苦基本上有分生死业报身里面有所谓的身受跟心受的问题啊，那么身苦跟心苦的问题，心苦部分不会有了。如果是阿罗汉，他把烦恼灭断了啊，那么他不会再心不会再受苦，但是身体还会啊，所以叫做有余涅槃啊。这余有这个业报身，就余有苦啊，就余有苦，但是他烦恼无余了，烦恼断尽无余了，但是苦仍然有余，因为业报身还在。啊，所以仍然有身苦，然后心不苦。那如果是阿罗汉以下的，初果、二果、三果，都有身心的苦啊，那都还会生死，那阿罗汉就不会有了啊。所以苦，阿罗汉灭苦是灭苦有余，灭苦无余，无余涅槃就灭苦无余，不会再有任何的苦。那有余涅槃，因为有业报身就会有苦，有身苦，但是因为没有烦恼就没有心苦啊，就不会有了啊。但是烦恼一定都断尽，阿罗汉烦恼结死一定都灭尽，但是苦就不一定，还要看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啊，其实是这样。那初果、二果、三果都没有灭尽，但是他仍然有灭烦恼，他仍然有灭诸结死，但是不是灭尽断尽一切结死，这个是就是说他断结死跟断尽一切结死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啊，他这里诸结死不灭故，心不清净啊，那这个是天。但是我们说天初果、二果、三果的都生天，有凡夫有圣人啊。不过他这里啊，他们这里他比较偏重在凡夫这一部分说啊，比较偏重在凡夫这一部分说啊，所以他说这个凡夫叫做具夫凡夫。一般我们的凡夫基本上叫具夫，具足诸结死啊，具诸结死的人啊，或叫具诸烦恼啊，具夫凡夫。通常佛法会这样啊，那这里很明，这里比较像是专门针对啊凡夫来说的啊，就是不是圣者啊，不是圣者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说这个圣者，那么也可以讲啊。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在三界内，就表示你有烦恼，除了阿罗汉之外，那天上有没有阿罗汉呢？我们还不知道，没看过，但是也有啊。因为人间的阿罗汉到天上去是有的，比如说焦万波提啊，有很多阿罗汉到天上去啊。比如说焦万波提就在天上，一直住在天上啊，他是以人间的业报身去天上住的。那如果说化身到天上的，会不会有阿罗汉呢？如果以阿含经来讲啊，原始的经典来讲是不会有的。因为你阿罗汉是在人间证阿罗汉，但是如果比如说啊，那么天上的阿罗汉也有一种情形，比如说啊，那应该也不会说，因为你证了三果的圣者，比如说在五不还天，他也不来人间，他三果圣者升到五不还天，就在天上证阿罗汉，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天上的阿罗汉很可能基本上三果不会来人间了，他不来了吗？他就在五不还天证阿罗汉，
那个时候他证阿罗汉，他的寿命可能，比如说他在五不还天，比如说一万岁了啊，五不还天寿命也很高啊，他一万岁，那一万岁他证三果，去那边三果，他也许修两千年之后啊，然后证阿罗汉啊，他就在天上，就是他就五不还天那边就有阿罗汉了，因为他也有余涅槃无余涅槃的问题啊。啊，就是我们来人间证阿罗汉，他也有他，比如说纯陀七岁证阿罗汉，啊，那比如说他不知道活到几岁啊，比如说活到80岁，假设那他在人间就有几十年啊，这个他七岁证阿罗汉，那么他就70几年啊都在人间，这个阿罗汉在人间，啊，那在天上应该照理讲也会有这种情形啊。啊，不过就是出国二国的基本上都在欲界比较多，三国的不来，他在五不还天。那么出国二国的不太会升到色界天去，啊，都在欲界天。那欲界天有没有可能就在欲界天证阿罗汉呢？就是说，比如说他证出国，然后他升到，比如说须达多长者，他升到倒立天，他有没有可能就在倒立天证阿罗汉呢？就是也有可能，但比较少了，因为天，我们上次讲过，天不容易修行，啊，而且是他欲乐自在的原因，他不容易修行啊。那么，比如说倒立天，据说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说过，他有证果，啊，但是他会五欲所束缚，他不得自在，他比较不容易修行。所以我们如果从这里来讲的话啊，天上有没有阿罗汉，它是有可能有，但是可能也不多了啊。但三国的圣者到天上色界天啊，那么它是有的。那么无色界天的话，可能就啊，无色界天，因为升到无色界天，它的智慧不容易起作用啊，那特别是非想非非想，那是不可能有啊。那其他的，因为在人间的话，七一定才能够，就是非想非非想定以下才能够引发无漏慧啊。但是如果在无色界天能不能证阿罗汉啊，那么可能也是它比色界天更困难啊。它色界天是可以的，五不还天它就在那里证阿罗汉了啊。那欲界天的话，五欲束缚的话也难啊，他但是他不是不可能啊，他也难，但是经典里面并没有特别说到天人在天上修行证阿罗汉这件事了啊，就可能我还没看到，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的佛法都看完嘛啊。那大概就是我们就讲到这里就顺便说了啊，他说诸劫死不灭啊，那心不清净。那么除了阿罗汉之外，那么都不清净啊，那只是多跟少的问题而已。除了阿罗汉之外，出国二国三国，只要他还有烦恼啊，他还有无上分解啊，他也不清净啊。不是他那种不清净跟我们的不清净，凡夫的不清净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但是这里比较像是从凡夫说了啊，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的话，诸天有凡有圣啊，凡圣同居土啊，人间也有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心清不清净是跟有烦恼没烦恼有问题嘛？那烦恼多跟烦恼少，烦恼轻跟烦恼重的问题啊。好，那因为心不清净，神力亦少，因为神力所谓的威德力是从心引发出来的，那么你因为你的心不清净，所以你的威德力就少，就好像你的水杂质多，导电率就不好一样，类似像这样。好，那这一段比较像是从凡夫说的啊，凡夫说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天都是凡圣同居土啊。好，第二个从圣者，因为前面就从凡夫，这里就从圣者嘛。圣者我们说有四种圣者。那么佛、菩萨、辟支佛跟声闻，啊，有这四种，啊，那他这里是声闻辟支佛，啊，那菩萨也有圣者，北传的讲菩萨是圣者，
南传的讲菩萨是凡夫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啊。南传的菩萨只有两个，一个是没有成佛以前的释迦菩萨，一个现在还未成佛的弥勒菩萨啊，就成佛以前叫菩萨了啊。那菩萨都是凡夫，那北传的菩萨是圣者来的，他是等觉菩萨啊，在兜率天他已经是等觉菩萨，叫做一生不处菩萨。那在下来人间的时候他成佛啊，但是在兜率天等觉他已经是圣者了啊，是等觉菩萨啊。那但是如果是南传的话，他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以前都是凡夫啊，这个又不一样。好，那声闻，声闻是佛弟子叫声闻啊，那他因听佛闻佛音声，就听佛说法啊而得解脱的叫做声闻。辟支佛是自己觉悟得解脱的，跟所以声闻跟辟支佛的最大差别啊，从这里来讲，从名字来讲，辟支佛不是听佛法得解脱的，他是自己得解脱的啊。那么声闻是听佛说法之后啊，那么得解脱的，所以叫声闻。所以辟支佛的意思是独觉啊。那么声闻是因听佛说法，听佛音声而觉悟，闻佛音声而觉悟，那跟自己独自觉悟的不一样。好，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声闻辟支佛虽结死面，应该声闻里面，因为声闻有四双八倍，他这里应该是讲阿罗汉啊。那么跟辟支佛都是断尽烦恼，虽然把烦恼都断尽了，心很清净啊。因为声闻还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双八倍都是啊。可是这里看起来就是讲阿罗汉，断尽烦恼的人，辟支佛也是断尽烦恼的人，佛也是断尽烦恼的人啊。这三种，菩萨没有，菩萨没有断尽烦恼啊，菩萨要成佛才断尽烦恼啊。那么所以啊，他这里有佛、声闻、辟支佛这三个都断尽烦恼啊，但都是心清净。但是声闻跟辟支佛的福德跟佛比较起来比较少，薄就是比较少啊。但因为他的福德比较少，所以他的威德势力也比较少啊。就是这个是从佛跟凡夫跟圣者，圣者里面以同样是断烦恼的阿罗汉跟辟支佛来比较啊。那福德比较大的啊，比如说天啊，那声闻辟支佛在人他没有那么大的福德啊，啊就是他的威德啦啊，不像天人啊可以怎样可以怎样啊。那么阿罗汉里面也有没有神通的啊，也有会解脱就没有神通啊啊。所以他从这个部分来比较啊，佛跟一切的凡圣比，不管是跟凡夫跟圣者，凡夫里面天的威德力很大，但是天烦恼重。那么人里面来比，声闻就是阿罗汉跟独觉，他心清净，但是他的威德力不大啊。那所以啊，他说佛两法满足，就是他的福德啊，以及他的智慧。所以佛是两足尊，基本上就是福德跟智慧圆满，福慧圆满啊。那所以佛叫做两足尊嘛，两足尊有两种意思嘛，一种就是福德圆满跟智慧圆满啊，无欠无余啊。那么另外一种叫是两是人人中最尊啊，就两只脚的啊。那一般来讲啊，两法满足叫两足尊，故称胜一切人。胜一切人是一个名号啊，就是佛陀有胜一切人的名号啊，就像上面有一切智的名号啊。那其他的众生愚人啊，其他的一切众生啊，包括天人在里面都一样啊。因为愚人他不只是单指人啊，一切的众生啊，那因为上面讲天嘛，下面讲声闻辟支佛讲人嘛，那有解脱的或可以解脱的基本上在人天中啊，所以一切众生都不如佛啊，所以叫做天上天下无如佛嘛，天上天下
天下以人为主，三乐道就不用讲了啊。那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啊啊，就讲这个。好，愚人不胜啊一切人啊，那就是所以他叫做无上士啊，无上士最高的了啊。那么其他的不管是声闻辟支佛都没有办法啊超过一切人，乃至菩萨也一样啊。菩萨是还没成佛的啊，那么已经成佛的叫佛，已经成佛的菩萨叫佛，还没成佛的菩萨，还没圆满的，还没圆满的佛叫菩萨了，啊，已经圆满的菩萨叫佛了。好，那么所以啊，这里叫胜一切人。好，那我们刚才要讲这个，讲这个稍微讲一下啊，讲这个三节这里啊。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能得解脱？为什么在佛法啊，那么天天诵经念佛拜忏啊，那持咒啊打坐啊，那么持戒念佛拜忏打坐啊，这非常多的修行，为什么烦恼不能减少？为什么好像佛法的功德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它有一个很主要的关键啊，就是我们从正出果这边来看的话，哈，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也是现在佛弟子的一个真解啊，啊，也是一个心解，啊，就是烦恼你没有打开的话，基本上你修行很难得成就，啊，真的。那比如说啊，我们说凡圣的差别，凡圣的差别，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啊，它的分水岭就在身见。有我跟无我，就在断身见这件事。身见就是即蕴我、离蕴我啊，那么相在就是以五蕴为我，以色以这个身为我，以五蕴身为我。啊，因为有这个叫做我见，我见就会有我爱，我爱就是在根尘世境界的时候叫做。促进身心逐渐流转啊，就变成是这样啊。因为有我见，他在境界当中，他在这个六根六尘的境界当中，就会促进身心。这个心就是我见的心。那么一旦有我见，他就会生我爱，就会逐物流转啊，就开始造业。然后业成熟受苦，就获业苦，啊，就会有生死，逐物流转啊，就起获造业。这个业是有肉业啊，那么如果是无肉业就不会了啊，起获造业，然后就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啊，就是说随业轮回了啊。就一业轮回，一业轮回，一业有生死轮回啊，基本上是这样哦。好，那所以它重点在这个身见，那身见怎么样断？它其实它有一个真解，就是你一定要明了四谛，你才能断身见。对四谛要有，对四谛要有很明确的。认可苦集灭道，因为五蕴生为我而流转轮回，这个五蕴生，这个五蕴生是这个五蕴生是业报生。那么业报生一定会产生苦啊，就算阿罗汉都还有生苦啊，那这个苦里面有身心的苦啊，身苦跟心苦啊。好，那么还有所谓生死的苦、轮回的苦。好，那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苦、苦的原因、苦因、集、苦因，这个是苦果，这个是苦因。
你这个苦的因果关系，这个叫做有肉的因果，有肉的因果，有肉的苦果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当然这个是根本啊。那我们要看，那么怎么样断生见？那苦，你这个要先知道苦果跟苦因的关系啊，叫做有肉的缘，讲详细的叫做因缘果报啊，叫因缘果报，这个是果报生嘛，业报生嘛，因缘果报。好，那么然后是你要断这个生见灭道，灭是灭是解脱的果，解脱的果，这个是解脱的因道，所以这个是无漏的因果。那佛法基本上就是从有漏到无漏，漏是烦恼啊，有烦恼的啊，无漏的因果，无漏的果，这个是无漏的果，这个是无漏，这个是苦，这个是解脱，这个苦就是生死，主要是生死轮回啊。那么这个是无漏的因果。好，你对这个道理你要非常的认可，地要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如实见，你要认可，深信不疑，确信这个无量寿经叫做深信因果，你要非常的认可确认，就是要确认无疑，确认无疑哦，确认无疑，没有任何的怀疑，你才有办法。那么你要没有任何确认，对苦集灭道的因果没有任何怀疑。比如说我们要灭苦，我们透过什么方式灭苦啊？比如说你生病了，那我问你，大部分的佛教徒怎么灭苦？念一个可以灭病的咒，拜一部可以灭咒的经，拜一尊可以拜念一部可以灭病灭罪的经，啊，念这个可以灭罪的佛名，拜一尊比较感应可以灭罪的佛菩萨，你看，那苦果跟苦因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就是说你的苦果啊，比如说你现在生病，那生病看医生看不好，好，那你就觉得是业障病。好，那你怎么样除这个病？这个是苦果啊，这个是苦果。或者说你没有钱，很穷又赚不到钱，好，这个是苦果啊，贫穷卑贱，短命多病，眷属斗乱，好，这个都是苦果。好，那你怎么解决你生命中、生活中的这一些苦？那我们看我们的佛教徒，其他的宗教就不用看了，其他的宗教都是依他的神啊，其他的宗教都是依他的神。佛教呢，95%以上也都是跟拜神一样啊，只是他拜的是阿拉，他拜的是上帝。他拜的是圣母玛利亚，他拜的是妈祖，你拜的是释迦牟尼佛啊，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药师佛啊，就这样而已。方法一样，方法一样，只是那个对象不一样而已。不对，佛法不是这样，佛法苦是一种现象，叫做苦果；生死是一种现象，身心是一种现象啊。那么这些现象必定有多种的条件组合而有，叫做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你会生病，有因有缘你的病不会好，有因有缘你的病会好啊。那么这一些你一定要先确认无疑。所以三劫里面生见，然后是什么疑？疑没有断，疑没有断，生见不能断。为什么？这个是苦果啊。你对于世间简单的生病这个苦，生病的这个苦，生病的这个苦，只是身心苦里面这一世轮回。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轮回，轮回里面有无数次的生死，生死中有无量的苦，
你只是对生死中一个苦，你都不能明确确认这个苦果跟苦因的关系，正确的去解决这个苦果，你怎么解决生死中种种的苦？怎么解决轮回中无量的生死苦？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么多线，你这一条线都解不开，你怎么可能解决这么多线里面那个根本你可以解得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包括佛教徒，在解决苦这件事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灭苦、离苦、得乐、趋吉避凶，都是这样。可是苦有苦因，灭苦有灭苦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都用错误的了，跟婆罗门一样啊，灭苦找谁灭苦？找天神，向天神祈祷，向天神礼拜，向天神供养，天神传我一个特殊的咒，我念了就灭这个苦，灭一切苦。这个观念是没有办法，这个观念表示你对四谛有疑，不是有疑，根本不认识。你认识了，但是你还不完全确信，这个就是还有疑哦。你没有很肯定、很确认，知道这个苦必然得要这样解决。口渴就必得要喝水，而且是喝干净的水，你不要喝了加酱油的水，那是没有办法解渴的。你不要去喝海水，那个也没办法解渴。你要非常的确认，看起来都是水，但喝下去不一样。那么你这个疑，这个疑就是没有确认四谛以前，你不是不可能断身见的，你是不可能断身见。好，那你要确认四谛啊，就有若因果无若因果，你要先确定。那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基本上对四谛没有确认。那对四谛没有确认，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你已经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啊，比如说啊，印度六师外道认为苦行就可以得解脱，非因即因啊，认为啊得无色界定，它就是涅槃，非果即果啊，有这个。那佛教徒的问题在于，佛灭后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律说律，重点在这里，律说非律。好，那我们看哦，啊，我们把稍微把这个讲一下啊，这五蕴身啊，刚才讲这里。好，那你看哦，所以身见借进取疑，我们为什么对四谛不理解？就是第一个，一般人没有真实去学习佛法的道理，所以对四谛有疑，没有确认，没有肯定。从你的生活方式，从你的修学方法，我就可以说你这样的方式是不确，对四谛不认识，不认识。虽然你也知道佛说四谛啊，你也知道四谛叫做苦集灭道，你也是知道苦集是生死的因果啊，灭道是解脱的因果，你也知道，但是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因为我看你的修学方式，我看你的生活方式，我就知道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好像你现在穷啊，你赶快去请一尊财神来拜，我就知道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你不了解四谛，你不了解人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没有拜财神。现在你把这个原因去掉，因为你没有拜财神，所以你才穷。现在我拜财神，把这个穷的因去除了，我就有钱了。那很明显的是什么？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好，那你看哦，我们在受苦，不管是哪一苦，家庭的苦、身体的苦、环境的苦、生活的苦，你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我问你，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有没有去追究这个是什么苦？它的苦因是在哪里？你有没有去追究苦因？没有，你就是找一个方法，念一尊佛，持一个咒，拜一部忏，诵一个经，然后就可以灭这个苦，不管它什么苦，不管它什么苦，
不管他多轻的苦、多重的苦、什么样的苦，反正我这个尊佛威力特强，我这部经功德甚大啊，那么他灭一切苦，无胜无余。你看，你这种观念是不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是非。就好像我也不管啊，我也不管我怎么样啊，就好像这个婆罗门，他也不管这个人造业、造善业、造恶业啊，你死了，我只要帮你送这一部经，你都能够超生天界。透过我这个宗教祭司、宗教人士、婆罗门嘛，那么我跟神的关系特好，因为我平常都在念他、拜他、供养他啊，所以啊，我跟神祈求、拜托、拜托他放过你一条生路，拜托他把你接到天上去，拜托他施一些福给你啊，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天神赐予的福报，天神怜悯把你罪除掉。你看我们现在佛教徒是不是都是这样？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对四谛有疑，有疑啊，对四谛不理解、不肯定、不确认。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依业，苦乐由业，业从哪里来？业从心没有正位啊，所以佛法才会讲嘛，一切的灾难都是从灾难苦患，都是从愚痴生，由不了解因果而来，那就是缘起，因果就想缘起了啊。那所以缘生法这世间的现象，缘起法是发生这个现象背后的理则。那么你不知道有因有缘世间起，你当然不会从苦因下手，不在苦因上修，只在苦果上求，只在乐果灭苦的这个果上求，那个是不可能的。你也不晓得你到底做错了些什么，那么在哪里做错，哪里需要改进，你只是一直拜忏一直拜忏，那么佛就灭你的罪。可是罪是由心的愚痴去造作生的，你的愚痴你不晓得这个是错，你一直去拜佛灭你的罪，那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水里面有大肠杆菌，你喝了拉肚子，那么你觉得我的业障重，你一直拜药师佛，那么念大悲咒，用大悲水然后就来灭，没有意义。你去了解我喝了水之后就拉肚子，拿水去检验看看，哦，大肠杆菌用净水器还是用开水用火把它烧过煮沸之后再来喝就没有事了。你没有啊，你就认为啊是我的业障重啊，那你不从苦因上求，就是水，你喝水大拉肚子的嘛，所以你现在要去研究这个水到底是干不干净。那你把它换干净了，你不用念佛，你也不会拉肚子。那么你没有把水换过，你就算念了十方佛，你也要拉肚子。但是你念佛的时候，尤其有一些身心的感应，暂时不那么痛而已。但是就算忽然间给你心力强，挺过去了，你下次同样的水，同样拉肚子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那我们的修学方式都是这样。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得到智慧？这对四谛没有任疑，有疑就是还没有确认，还没有肯定。你看多数的人都这样哦，没有确认，没有肯定，因为这样叫做有疑。那有疑有很部分是什么啊？身见疑。你的有疑有两种，一种就是你没有去学习，所以你不知道，你没有透过闻思修啊，这个就是智慧嘛。所以见地，所以佛陀有讲啊，真见地者，真正见到道理，这确实如是。日可令乐，月可令人，我说四谛不可令意。真正见到这个道理的人，不会去从事那一种迷惘的行为。你去从事迷惘的行为，就我看你拿一杯水一直在念啊啊，念大杯水、药师咒水，念了身体健康，我就知道你对四谛没有确认。啊，我看你浸在恒河水里面，啊，灭一切罪，我就知道你对四谛没有确认，啊，那所以你看，那么有疑有两种啊，这个叫做闻思修嘛。
闻思修，从闻思修。那你不闻思修，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戒禁取。所以这个叫三劫嘛，这个叫三劫，三种凡夫跟圣人最主要的烦恼。戒禁取就是我们说非因即因，非果即所。你一开始就认定这个是一种方法，而且这个是有效的方法，你一开始就认定。那有一些人一开始没有接近宗教，他其实是没有这种戒禁取的，他没有那种先有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但是你没有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你也没有正确的观念，那也没办法。就是你没有错误的方法，但是你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你也不能灭苦断生见。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宗教人士、学佛的人，他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叫做戒禁取，非因即因，非果即果。这样的方式并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你却一直长期以来，因为权威啊，某些号称有修行的人、有神通的人啊，读很多书的人啊，因为权威而相信，因为传统而相信，啊，几百年来大家都这样做，啊，所以应该没问题。因为大家都相信，哎，90%几的人都这样做，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告诉你，因为权威而相信，因为传统而相信，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你的相信不是由于你对于佛法的理解、你的智慧，你是因为跟着别人一起相信，别人对你就跟着对，别人不对你就跟着不对。那为什么对你也不知道？那所以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啊。那所以这个戒禁取是非常重要，就是你有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比如说你认为啊，像婆罗门认为济世万人，透过济世法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怎么济世？从吠陀经的规定，依照吠陀经的规定，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人死了都要盖往生被，都要念往生咒，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你已经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已经有了，你认为没有盖那个你就不得安心，盖那个要助念8小时不能动啊，反正这一些，你真正是依业轮回的，不是依有被无被、有咒无咒，不是依这个。那么你不了解这个因跟果的道理，所以啊，你会不会堕三恶道，也不是取决于阿弥陀佛要不要来接你，不是的，是依你的业，依你的业啊。那么所以你在很多的方面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所以这个要先断。从宗教上这个要先断，戒禁取，戒禁取其实就是没有错误的因果观念，四谛就是有正确的因果观念。那么透过这样正确的因果观念，有正确的方法，那么你可以真正的灭掉、解决你的问题的症结。其实佛法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迷失了。所以你现在的宗教最大的问题就是戒禁取，把错误的方法当成正确的方法，把痴魔的问题当成是根本的问题。那么那个症结没有办法断啊，所以烦恼不能断。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思维我们有什么烦恼，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断除。我们只在意我们有什么苦，要请哪一个有力量的佛菩萨来灭我们的苦，要送哪一部有威德的经论咒来灭我们的苦，你都不晓得，从来没有了解苦果是由苦因来。苦因就是你的心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没有持戒，你的心没有戒定慧，所以才有贪嗔痴，有贪嗔痴才造身口意二业，有身口意二业才受种种的苦。你不管这一些，
你只是在意我现在的苦，请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佛菩萨，比较念一个比较感应的咒语，送一部比较有福报有威德的经，那么来灭我的苦。这一种观念就叫做戒禁取，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嘛。你好好想这些问题，你这个观念没有建立以前，你的佛法都没有入门，没有入门，连入门都没有，你在门外，你就是门外汉。你一直流浪在三界，是因为你一直是佛法中的门外汉。不管你多用功，你也是在外道戒禁取上只取用功而已。苦行外道那么用功，他一样是受苦。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你累劫的戒禁取怎么可能趋向解脱？怎么可能灭苦呢？他不是如此的灭苦之道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要好好想一想，你真的要修行，你真的要解脱，你真的要轮回，你真的要往生净土，一切的根本还必须从你有一颗清楚明白，如实知，如实见，如实因果。因果就是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缘无名有形，缘世有名色，缘老病死，缘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你这个要知道，无明灭行才灭，行灭事才灭，生灭老病死忧悲苦恼才灭。这个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它是这样的道理。你说没有，我另外有一种方法，不用灭无明，我就可以灭苦，无有是处。但有言语终无实意，只有这种话没有真正的实意，没有这种道理，无有是处，没有这种道理，不可能有这种事。那你想想，我们现在都在干这种事，你好好想，为什么不能得解脱？为什么佛法中不能得真实利益？因为你一直在戒禁以上，而且你认为有一些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它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做了就会有功效。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离缘起法之外，另外有一法；离缘起的事实之外，另外有一种事实，不在缘起因果法则之内。不用灭无明，你就可以灭苦；不用灭烦恼，你就可以消业。你的业是从烦恼来，你的苦是从业来，或业苦吗？你的烦恼，你的烦恼之所以不断造业，是因为你不知无我。你依我见推动我爱，由我爱造身口意业，由身口意业。由身口意业而感召生死，由生死而受种种苦，由苦又起种种烦恼，一切的循环跟轮转，它都在这里面。你没有看清楚，也不想去问清楚，你只想有一个最快速、最容易、最方便解决方式：念佛、拜忏、诵经、持咒，简单、有效、直接。究竟真的吗？没有，没有这种事啊。那佛法讲，佛法讲缘起法就是因果嘛，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此有故彼有，此是什么，彼是什么，有漏的因果，无漏的因果，最舍论也是讲这个而已啊，有漏的原因果，无漏的原因果啊。佛法都是从有漏到无漏，从有为到无为，从有烦恼到没有烦恼。那你不是，你不管你有什么，你只想要有，你没有什么，我没有的，我没有福报，我没有福报，我想要有福报，找一个有福报的名号来念，我就会有福报。我没有智慧，
找一尊比较有智慧的天神佛菩萨来念，我就会有智慧。我有苦，我要灭苦，我找一个灭苦最厉害的来，大悲心最重的来灭我的苦。我要有智慧，找一个大智慧的来增加我的智慧。不是这样，佛法绝对不是这种道理。你都要从我没有智慧，什么叫做智慧？我怎么样修学智慧？我没有福报，什么是福报？哪一类的福报？要从哪一类修行得？你都要清楚，有因有缘世间起啊。你要的东西，你必须知道，世间的现象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则。这个现象消失，必有它消失的原因。你要去探索那个原因。从有情的生死轮转来讲，不外乎就是惑业苦，惑就是我见我爱，我见要断，我爱要先调伏。所以调伏欲贪，我们的我爱表现在对五欲的追求跟懒惰上。那么你要先从这个地方调伏，我爱饱，我见渐渐就饱，我见根本断，我爱就不生。那么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你没有天天追逐更大的、更有效的经典、更有力量的咒语、更能感应的佛菩萨，那我告诉你，这个都不是佛教教的方法，也不是真正佛菩萨会教你的方法。那么我们真正修学佛法，要先真的是从这个戒禁取先断，然后对四谛要有明白，对缘起四谛中道的道理要不断的去思维，那么从这里断身见，先薄贪嗔痴，先断三结，然后因为你三结知道了，你才能薄贪嗔痴。三结断了，你才能，所以出果断三结啊，三结断了，你才能薄贪嗔痴。那我们没有断身见以前，我们已经确认四谛了，肯定四谛是真实的道理。日可令人，月可令意，佛说四谛不可令意。那所以不要再想有其他特殊殊胜的另外的方法，不要去想有那种教外别传的在佛教以外独立的特别的佛法，佛陀不曾说到的方法，没有，就只有这种方法。你一定要先确认，我告诉大家，真的，我在佛法上看，大家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很可爱，很虔诚，很专注，很用功，但因为不理解戒禁取也很可怜，特别是很年轻就发菩提心的发出离心的，发真上身心的，那些在家中发真上身心在道场发做义工帮忙尽心尽力，那些出家发出离心的，发菩提心的没日没夜打坐念佛拜忏，很值得赞叹，但是带有戒禁取，很可怜，很值得怜悯。那我们真正要修行了，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反复想再想。你今天没有确认，这一辈子过去了，你下一辈子就是邪见相应，你就是鬼神中人，邪见相应嘛。那你不容易跟正法相应，你下辈子看到同类的拜鬼神的，看见道教的庙欢喜那么学佛法的看见寺院欢喜那么爱唱诵的听见梵拜欢喜那么有戒禁取的那么听见看见种种的法会欢喜，有正法的见缘起见四谛，闻缘起的道理，闻四谛的道理，欢喜。你现在欢喜什么，就决定你未来会是什么。这个心决定你的业，这个心决定你的缘。你的心在哪里用心，你就在哪里造业，就在哪里结缘。你在鬼神中用心，你就在鬼造鬼神业，你就结鬼神缘。你在外道中用心，你就结外道业，你就结外道缘。真的，佛教徒
要好好的想一想，啊，那你能够及早觉悟，才能够及早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从这里，单单从三劫里面讲啊，身见戒禁取，疑戒禁取是一个最主要的。你现在有没有戒禁取的行为？有，赶快改啊。那么没有了，好，恭喜你，你也进入第二步，对四谛有没有一再的确定肯定？你有没有肯定？有没有真实的理解？有，好，那恭喜你，你进入第三步，薄烦恼的层次啊，就是你修行的重点都在观察自己有没有烦恼，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没有贪你也知道为什么会没有贪啊，你没有贪只是你没有对境界升起而已，你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有烦恼之有烦恼，没烦恼之没烦恼。那么有烦恼之有烦恼，接下来就知道烦恼的因是怎么来的，解决烦恼的方法是什么，苦集灭道现前，因为你肯定了嘛，肯定了不在你有烦恼没有问题，有烦恼没有问题，就好像你口渴了不是问题，口渴了我旁边有 Sam， 我可以去买水，我家里有水我可以去拿水，我包包里面有水我可以拿起来喝水，那个都不是问题。好，那么所以你进入佛法，佛教徒的修行模式，你一开始是凡夫的世间的外道的，这个都不再有了，戒禁取外道的，戒禁取外道的，以凡夫的啊，不是佛教的。你有戒禁取，你当然不认同佛教的；你没有戒禁取，你还不一定认同佛教的。好，现在你是佛教徒，进入佛教徒的修行模式，不是外道的，不是世间的，开始进入佛教徒的修行模式。四谛就是从离五欲、持五戒、离五欲、持五戒、离五盖。那么开始修行，有贪之有贪，你的重点不在我要念哪一尊佛，我要拜哪一部经，我要拜哪一部忏，而是重点在我有什么苦，因为我有什么业，因为我有什么烦恼。那么我只要有这种苦，就表示就必定是我有那种业跟烦恼，我必得要把那个烦恼跟业调伏掉啊。就好像你这里长了一个疮，那就表示你的皮肤或是你的血液或是你的体内有毒素，它透过皮肤长一个脓，长一个疮，这样表现出来。你要不是去掉你内在的火，就是要去掉血液中的毒或是皮肤上的问题，你一定有，不可能没有。你说我都没有，你讲的这些都没有，它就是无缘无故长出一个疮出来，没有这种事。所以你已经了解了我的苦如病如痈如疮如刺，它浅浅脑害，这佛法讲的嘛，如病如痈如刺脑害。你要知道苦在哪里，那么你要有离苦的这个心，叫做出离心。这个出离心它必得要有一个出离正确的方法，叫做道，叫做正道。那么你要持续，因为你已经确定这种事了，你持续不断的治疗。所以你开始真正进入佛教徒的修行模式，不管是在家出家，在家的话增上身心，想要未来升天，你不会去念特别一个佛菩萨的名字然后让你升天，当然它也是一种方法，但真正升天的是一业。你会念这个佛菩萨的名字，然后想起这个佛菩萨是怎么修行的，他的功德在哪里，你会学习他，然后造十善业，你就会升天。你是依着这个佛菩萨的教导，叫你怎么样去持五戒、行十善。因为你有一个所依止的佛菩萨，他教导你升天的方法就是持五戒、行十善，十戒升天之法。你不单单是啊，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好好的念佛菩萨的名字，他就会带我升天。这个不是佛教的教法，佛教的教法十戒升天之法。你就算不念佛菩萨的名字，你
持五戒行十善，你也会升天。你就算念了佛菩萨的名字，你都不持五戒不行十善，佛菩萨也不会说，因为你常常供养我，你因为你常常念我的名字，你有特别的待遇，你是 VIP， 我把你带上天，不会有这种事。可是我们的佛教徒都在做这种事，出家呢一样，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真的，你要先把戒禁取去掉，然后对四谛，真的这个很重要。我们也知道佛教徒谁不知道四谛，你随便问一个他都叫知道四谛叫做苦集灭道吗？可是你看他的生活方式，你看他的修行方法，他有苦集灭道吗？没有，没有，只知苦，只知要离苦，不知苦因，不知灭苦之道。你说他能灭苦吗？不能，不能，真的不能。所以他会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从这个道场到那个道场，从这个有能力的法师到那个有能力的法师，他都在找灭苦的人，而不是灭苦的道。他找的是能灭苦的人，不是在追寻灭苦之道。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啊，苦，苦一定从业来，业一定从烦恼来，烦恼一定从愚痴来。所以愚痴无闻凡夫跟智慧多闻圣弟子，我们现在要从凡夫，凡世间凡夫跟世间外道的模式升级，进入佛教徒的模式。不管是在家出家，你从戒禁取去掉知四谛，如实知，如实见四谛，然后开始有贪知有贪，有嗔知有嗔，无贪知无贪，无嗔知无嗔。有贪啊，知道有贪，觉察、调伏、控制、断除、超越，他就这几个模式。从先觉察有贪知有贪，有嗔知有嗔，无贪知无贪，无嗔知无嗔。有贪的怎么办？有嗔的怎么办？有贪有嗔的开始调伏，调伏贪，调伏嗔，先觉察，然后调伏，调伏了之后怎么样？不是，先控制，不让它延伸，不让它扩大，然后再调伏，让它减少，让它缩小，叫做薄贪嗔痴。进入调伏，调伏之后渐渐断除，断除这个，断除那个。先断除的就是三解，先断除的是戒禁取，然后断除对四谛的怀疑，然后断除身见，然后欲贪、色贪、无色贪、嗔，就这样渐渐断除。断除到所有的烦恼断除了，叫做超越，叫做超度，超越度脱，超越烦恼之河，度脱生死苦海。所以从觉察烦恼，佛教徒的修行模式就是从觉察烦恼进入控制烦恼，不让烦恼扩大。因为我知道过患在这里，我现在没有办法让调伏你，但我控制你，不再让你延续。那怎么控制？很简单，你的执着，你对境界的执着，你对境界的错误观念就会不断延伸，不断扩置。所以你先控制烦恼，控制烦恼不让它延伸，时间上不延伸，烦恼的时间越来越短，层次上不让它加重，烦恼的程度越来越轻啊，不让它扩大，那么你就会有烦恼的次数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就是控制，然后调伏，控制完调伏就是时间会变少，烦恼的时间会变少，烦恼的程度会减轻，烦恼的次数会减少，啊，烦恼的时间会缩短了，烦恼的程度会减轻，烦恼的次数会减少，它就调伏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之后断除，这个断除，欲贪跟嗔会先断除，断除了之后，那么我们这个身见也会断除，那么之后就断除掉举慢无明。那如果从佛法来讲，愤恨嫉妒什么一大堆，就慢慢慢慢断除，断除到你都断除尽了，把那个根本无明断掉了，就一切烦恼都断除，这个时候你就叫做解脱，就叫做灭苦，灭诸结死，灭诸结死，
才能灭诸苦。啊，那你从外道模式进入佛教徒模式，从世间凡夫模式进入修行模式，修行模式又有外道跟佛教的呢，你从外道进入佛教徒模式，你这样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都在外，一直在外道模式里面，一直在世间凡夫模式里面，你没有办法增长你的什么功德。啊，因为看见你的烦恼一直在增长，看见你的愚痴一直在增长，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你会有成就，你的烦恼一直在减少，你对佛法的理解一直在深入，你终究现在还没解脱，但你决定向解脱，叫做正向解脱。你必须要先正向解脱，你才能就近苦边。这个是阿含经说的。佛教徒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正向解脱，有没有正确的向解脱。那么正确的向解脱必须要离界进去，知识地，如实知识地。现在还没解脱，但你基于对佛法的理解，你很肯定的告诉自己，我向解脱。啊，为什么？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的，大家要好好想啊。我们刚刚啊，这里的重点不在讲这里了啊，但是我们是看到这个灭诸结死啊，我们就顺带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真正的修行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啊2500年后的现在北传的佛教徒啊，我看到的台湾佛教界了啊，但是台湾佛教界跟其他北传的佛教界比起来算好了，真的啊，但是我们不只是要比外道好，比凡夫好，不是，我们是要让自己在佛法中更好啊，真上最重要是这个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这里是啊，佛陀的福德跟智慧满足胜一切人，那佛教胜一切外道啊，那你要知道，你之所以殊胜，不是因为你挂着佛教的牌子，你穿着佛教的衣服，不是因为你的形象，你的尊贵值得人家供养，不是因为你的外相，而是因为你的德恨，纯起德恨，全缺供养嘛，不就是这样念吗？啊，那你要好好啊，佛陀教佛弟子天天要磨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出家？我出家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是不是出家？出什么家？我这要修些什么？我要得些什么？我值得别人供养吗？好好想这些问题。啊，你以为你天天诵经念佛拜忏，那你就有功德哦？什么叫做功德？佛法的目的，你看这里讲的就是第一个什么？心清净，没有烦恼，心清净。第二个，他的善业很大，能力很强，才有能力有那个善业可以去帮助到别人。你自己是心清净，但是你身体很弱，没有能力，你只能顾自己，不能顾别人。那大乘佛法不是这样啊，自己的心顾得很好，那么也有能力、有智慧、有福报去照顾别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菩萨道。那么你要先尽心第一，就是第一个，这个修行就是两个主题嘛，一个尽心第一啊，另外你能够立行发菩提心去帮助别人行菩萨道啊，那这个也是，就是说你在调伏烦恼的这样的基础上，那么不断增加自己的福报跟能力，以在你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别人。最重要是让正法久住，众生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那么这个，所以
一尊导师总结佛法的两个重点嘛，尽心第一跟什么利他为上，尽心第一跟利他为上。那么还是这个也是般若道二道五菩提的重点哦，般若道方便道啊，尽心第一。尽心就是这里的清净心，心清净没有烦恼啊，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利他就是福德的部分，这个是般若道，这个是方便道，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啊！啊，我们常常讲啊，要度众生，度众生，你都自己心不清净，你都自己邪见真上，你怎么样利尽？你怎么样利他？利不了他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第十三这里啊，佛陀还有其他名号啊。那其实在印度天人也有很多名号，湿婆神也有很多名号啊，毗湿奴也有很多名号，梵天也有很多名号，刀立天主也有很多名号啊，这个是他们会常见到。那佛陀当然啊也有很多名号，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因为太多了人家记不住，所以大部分都归纳为啊所谓十号啊，十号包括佛就十一个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啊，就佛的十个名号啊。那这里还有所谓其他的名号，我们来看婆伽婆啊，名有德啊，这前面已经说过啊，就婆伽梵啊啊。这个护名阿婆摩啊，这五等啊，无上五等啊，无比啊，这个其实都是在形容佛的。那么又叫做阿婆摩婆摩啊，无等等啊。那么入伽那他啊，世尊啊，婆罗伽度彼岸啊。那么婆檀婆啊，大德斯里伽那厚德。啊，那下面讲啊，就是稍微做解释的，父母名字啊，就是佛陀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他本来的名字，父母名字就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啊，啊，那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啊，不是说他父母的名字哦，不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做悉达多，啊，这里叫做悉达陀，其实就是悉达多了。勤言成立啊，这个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嘛，所谓勤言邀请的时候的话啊，叫做成立啊。它通常悉达多有三种意思，一个叫做吉祥，一个叫做一切功德成就啊，第三个叫做一切意成啊。那么成立是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啊，它有三个啊啊，一个啊就是吉祥。悉达多的意思啊，第二个一切功德成就，第三个是一切意成，一切意成就啊，就是明了一切啊义理，一切法的一切义啊。那么这里是啊一切功德成就啊，就是翻译做一切功德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成立。啊，成立就是立成了，立就是功德啊，功德利益成就，好，成就一切功德了，好，那么知一切义，得到时知一切法故，啊，知一切法具就是一切义成了啊，是名为佛，应受天世人供养啊，应受人天供养啊，叫做应供啊，那如是等。德名大德厚德啊，这个德就是福德威德啊，智慧的德啊。那么一般来讲啊，那佛的三德啊，解脱智慧啊，慈悲，如是种种随德立免啊，德是他内在的特性。好，我们再翻过来六十四页，这里是在讲佛的一些名号。好。现在讲佛是一切智人，实有一切智人，有没有真的有所谓一切智人？一切智就是知一切法的智慧啊。那么知一切法其实就是一切现象，世间一切现象。那我们用世间的说法，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啊，其实是这样啊。那宇宙人生啊，就是明白这一切现象，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真实道理啊。那一切智，知一切法的智慧，能够知一切法的实相啊。好，奴爱刹利种，净饭王子，智悉达多，以是故而大称赞言：一切智，一切智人无也啊。这是一般人的质疑啦，啊，那世间人当然也是这样啊。你是卖瓜说瓜甜吗？啊，那你是佛教徒，当然说佛法最殊胜吗？啊，
啊，一定是这样吗？你一定是赞叹你的教主的吗？叫做赞叹你教主所说的话吗？赞叹跟随你教主的这一些人吗？啊，但那其他人都这样啊？其实不是啊。那我以前也常常说，我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说佛教的好，我是因为我理解了佛教的好，我才成为佛教徒的。我不是一开始是佛教徒的，我是因为理解了佛教的好，知道了佛教的好，我愿意成为一个佛教徒。不是我成为一个佛教徒之后，哦，我大力去称赞佛教的好，不是这样子的。啊，他说，因为你爱啊，刹利种，刹利种是这个佛陀的种姓，印度有四种种姓，啊，那婆罗门啊是高贵的，啊，然后刹利啊也是啊比较尊贵的，啊，就是王子啊、武士啊这一种。不过在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刹利种已经不太依婆罗门为高贵种姓了啊，就东方跟西方的思想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啊，所以像沙门集团很多都是反婆罗门的，沙门集团基本上反对婆罗门是最高贵的种姓，反对吠陀天启，反对祭祀万人啊，不反对这个了啊，那么基本上这个都是刹利种姓的多啊，他说你爱刹利种姓就高贵种姓。而且是武士阶级的国王啊啊这一些，我们叫做贵族啦。其实刹利就是贵族，就是贵族。那吠舍是平民，吠舍是平民，首陀罗是贱民啊。他有四种阶级嘛。婆罗门是宗教的祭司，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啊，有点像我们的现在出家法师一样啊，神的代言人啊，我来主持主法啊。那然后跟你请佛菩萨下来，那么让佛菩萨降福给你，灭你的罪啊，这一样啊，这种这是神的代言人，佛菩萨的代言人。那么那个时代婆罗门就是神的代言人啊，那这个是最高贵的。然后武士阶级或是贵族阶级的，这个是刹利啊。那像释迦佛，他是净饭王的儿子嘛啊，那么有四个净饭王、白饭王、甘露饭王、胡饭王啊，这些都是贵族。那么贵族叫做刹利，刹利，啊，刹利种姓。另外有一种啊，就是一般的人，平民的，这个叫吠舍，啊，吠舍种姓。再有一种啊，就是原住民，把它贬为最低种姓，叫做首陀罗贱民，啊。那么首陀罗里面也有分啊，那么就是也有比较好跟不好的啊。那但是基本上分这四种，啊，那么。所以他是净饭王的儿子，叫做净饭王子。净饭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悉达多，一个是难陀。悉达多是摩耶夫人生的，啊，难陀是大爱道生的，啊，这两个姐妹都嫁给净饭王，所以净饭王子有两个，啊，一个是难陀，一个是悉达多，啊，那悉达多是我们说的佛，啊，就是悉达多。那外道通常会直接认他的姓。他是姓瞿昙或者叫乔达摩，啊，那么刹利是他的种姓，释迦是他的族名，他是释迦族刹利种姓，净饭王的儿子瞿昙悉达多，瞿昙是他的姓，是他的姓，那么释迦是他的族，啊，就好像汉满门回藏苗瑶这个族名。啊，那这个刹利是他的种姓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以是故而大称赞也。啊，那当然啊，当然你是佛教徒，你喜欢你的佛陀啊，当然你就称赞他是一切智，根本就没有一切智，哪有人能够知道一切法？没有这种人。啊，好，那这个回答啊，他说不，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你。有恶见，有邪见的原因，啊，你嫉妒、嗔恨，啊，这个佛，那么所以你才说这种话，这种话不是真实的，叫妄语。妄语就是你说没有一切智人啊，不是的，啊，那么真的有一切智人，有一切智人才是真实语。你说世间没有一切智人，这个是虚妄语，就是不实的啦，虚妄不实的话，啊，不是说他讲骗话，而是说他讲的是虚妄不实的。
实际上是有一切智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佛在一切，佛在一切众生身中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佛跟其他众生的比较啊，因为你觉得没有知一切法的这种人啊，法那么多，一切法那么复杂，一切现象那么复杂，哪有可能你每一法你每一个现象你都能够知道啊，都能够理解啊？没有这种人啊。他说好，你先看看佛在，佛在佛于一切众生众生身中，身色颜貌端正无比，相德名具足。好，相就是他的外相，德德就是他内在的德性，名就是他拥有的智慧。基本上我们这个一周这个叫做体相用也可以，就是他的德，内在的德里面当然有智慧，有慈悲，有禅定，有精进，有忍辱啊，非常的多。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啊，那么名智慧也是德性的一种啊，是我们内在德性的一种。那么德这种就是德，实际是它的属性，它的属性叫做德。像我们前面讲圣论的啊，那么六句义里面它的德，其实它的属性啊，或者它那它有的作用啊，智慧表现出来的作用啊，我能明白。那么它具足，具就具足，相就是相貌。那通常我们会讲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是一个形容词，大尊里面有讲到啊，哪一个地方啊？这三十二相是不一定的啊，但是就那个地方以这个为殊胜，就以这个为相好啊。那每一个地方的所谓相好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一般来讲，相跟好不一样，相是外相，好是威仪啊，行住坐卧的威仪。那一般我们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如果是报身佛的话，就变成无量相好啊。那所以他这里端正无比，相德啊，外在的相，内在的德啊，那么所产生的所已有的智慧名具足啊。我们说佛是万德庄严啊，胜一切人啊，超越一切人啊。那小人见佛身相。那么一般的世间凡夫啊，这里的小人跟大人，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这大智慧里面，我把小人跟大人所有的比较都找出来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他这里是说小人见佛身相，就是其实这里的小人比较像是世间一般的人了、啊，世间一般的人啊，然后没有智慧的人了、啊，比较像是没有智慧的人。那见到佛的身相，也知道是一切智人啊，何况是比较有智慧的那大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小人大人啊，那小人一知，何况大人。好，那小人大人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对大人啊，就是比如说八大人觉，八种大人必须要学习的觉悟的啊的这个道理，八大人觉境，八种大人所觉悟啊，可以成为大人。你这样觉悟，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啊，这个世间无常啊，那无蕴无我啊，那这个你要先觉悟这种道理啊啊，那么你了解啊，这个是大人，一般讲佛也是大人啊。那另外像这里讲的就是菩萨，他是大发大心的人啊，那也是大人啊。那我们来看，小人所语不为人信啊，贵重大人啊，这里的大人贵重尊贵，为人所尊敬啊，尊重啊。那么在四个世间他是比较尊贵的，为人所尊重的，那么人必信受啊，那言而有信的人啊，这也是，这是大人的一个特质，就是言而有信，如实语，诚实语，不妄语，不异语啊。那么另外大人大心讲他的心，这个是他的口业啊，他的话，这个是讲他的心啊。那么大人大心能大布施啊，能自利己，讲他的行为身业啊，能够布施，那
因为他能够利益别人，所以他也能够利益自己。啊，就利他就自利，以利他来自利，这个是大人。如果是小人呢，那心量很小啊，这个是心量大。心量大，从哪里看出他心量大呢？从他能够大布施来看出他心量大。啊，那从哪里看他心量小呢？只想到自己，不能利益他人，不能利益他人，所以他也不自利。啊，这心量小。啊啊，这里来分大人小人。啊，这个是卷十，卷十一，卷十三十三的小人愚见，从他的智慧来看。啊，大人贵重。啊，这是他做事没有方法，没有次第，没有道理。最重要的是没有道理，这样做啊，我们说非因即因就是这样啊。那这样做根本就没有道理，你得到这个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利益。那现在的人重感应，讲感应啊，然后有感应，哎，有效有效有效，哈、啊，真的有啊，是真的，这个有功德啊。那真的有超度啊，就讲感应啊。那你不知道，没有你不懂得它的道理，你只看到了现象，你就自动认为啊，这个就是非果即果啊。那愚见就是他没有智慧，那么他的行为啊没有道理啊，无意无力的啊。那么大人贵重啊，尊贵为人所重啊，那不一样啊。那么就是他比较有智慧了，像佛法里面啊，多闻智慧跟愚痴无闻啊，基本上就是不懂道理。那么从不没有正信，从没有正信，对于正信是什么？心境为信，就是信解佛法身，真正的信解佛法身。那么所以后来四不坏性叫做佛法身戒啊。那么有四种正见叫四不坏性。那么你对于三宝没有三宝的依据者论来讲，对于三宝的实德能啊，而且实际也是这么说，对于三宝的实德能你没有尽信啊。这我们好像不知道第几卷有说过。好，那么卷七十七里面讲到，小人肆意求利难矣。小人做什么事都是交换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也这样啊，我多少人钱给你，你帮我送多少经，消我的灾，增加添我的福，添我的寿啊，那这个都是交易的啊。我就是小人肆意求利难矣。真正的佛教徒不是这样，我护持你，你不用替我做任何事，你好好修行，我护持你修行，你弘扬佛法，你自然就能利益众生，因为你在，正法就在。正法在，众生就依正法得利益。你不是我也可以依你得利益，因为我跟你结这个缘，那为我未来必定要因你得利益。那我护持你，你在正法就在。那么你在哪里，正法就在哪里。你在哪里，哪一些众生遇见你，就要因你得福德。那这一切都跟我的护持有关系。我护持你这个道场。我护持你道场这些法师，那么这些法师他传承正法，弘扬正法，住持正法，那么这一些自然有利益，不是哦，我多少钱给你，好、哦，那你让我做一个什么董事什么什么啊？那我多少钱给你，你帮我送一部经，增加我的福，天福天寿，消灾灭罪，那这个是事业交易啊，换来的啊，那我拿多少钱？给你啊，那我的钱多一点，给你牌位写大一点，给你的灯点大一点啊，点久一点啊，这经送多一点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肆意交易贸易啊。你说有功德吗？其实没有什么功德啊。那么求利难矣，大人菩萨无所求矣啊。我不带我护持你，我不是因为。你可以把功德回向给我，不是，而是你可以因为我的护持安心修道，可以得解脱，你可以住持正法，你可以利益众生，谁供养你谁就得福报。我们之前大智论里面讲，阿罗汉跟佛是行福田，行走中的福田，行动中的福田，谁恭敬他，谁顶礼他，
谁就从他身上得福报。那么你供养这个人，那么他就算没有解脱，但是他是向解脱的人啊，他是可以住持正法、弘扬正法的，他是可以利益众生的人。那么你因为供养他，他能够利益很多的众生，你不用他给你，你也不用向他求，你这个因果中自然而有。就好像你因为慈悲心布施给那个穷人，他很穷，可能到死都穷，他也没有办法说等我有钱的时候啊，我还给你十倍，没有。但是你因为这个慈悲心，你因为让他离苦的心，你自己就能离苦。你因为供养这个住持正法、弘扬正法的人，那么你未来就跟正法结缘，你自然而然能在正法中得利益。这个是因果如是的道理。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徒要好好的思维这种东西啊，那不要去比较，就是不要太多去做这种交易的事，就是我就是单纯扶持佛教啊，那出家众也不用担心，那我没有这样，那在家人就不来啊，道场不能经营，不会，我告诉你不会，在家出家都改，那么彼此都增上，这个才是佛教真正能够啊护心佛教，忏佛本怀，要从这里开始做起啊。那么大人菩萨无所求欲，能以头目施与众生，就是他护持你，他帮助你，甚至牺牲自己在所不辞。那么他无所求，那么是因为他想利益你。那么很多在家人自己省吃省穿啊，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去供养很多出家人，是因为他希望这一些弘扬佛法、住持正法的人能够让世间光明，就像太阳一样，佛陀在世间就光明啊。然后佛陀不在了，佛弟子代表着佛陀一样以灯传灯，那么这个世间不会无明黑暗啊。那么他也许不太懂佛法，但是他有这个心，他牺牲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用的，都拿来供养这一些弘扬正法、住持道场的人，为的是什么？那么，但是他虽然无所求，他可以得一切法，就是说，因为他在正法中，他的心在正法中，他的业结在正法，结在道人中。所以他就会因为这个道理，也许不是因为他供养的人，但是同样性质的人，同样性质的人，未来会给他正确的佛法，让他在佛法中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个是因果相符的东西，因果如是的东西。我们现在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这个真正是在家出家都得利益的事。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啊，所以呢讲到这个所谓的大人跟小人的一个差别。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那现在啊，他底下说如放牛，现在在讲这个一切智人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经典，叫做放牛譬喻经。时间到了吗？还没有。放牛譬喻经，放牛譬喻经，我们先说啊，这个放牛譬喻经，这里是讲摩羯陀国品婆娑罗王供养结下的。那在王舍城，那王舍城有很多比丘结下，那么他供养三个月里面，因为三个月像我们现在在结下当中嘛，四月到七月，一般是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下大雨啊，雨季。印度的雨季很恐怖的，都下雨下很多，你出门很容易被水流走，那人家还来供养你也一样。所以这三个月通常都是托钵，这三个月不托钵，应供。应供有两种，去到外面跟人家拿来寺院，那也不去外面应供，是在寺院里面应供。那么居士啊，会把东西送到寺院来，你不用去托钵。三个月，因为出去危险，
佛陀一般戒里面有治那个命难犯恨难，你出去有危险的，那么不利于你修行的，他就规定你不能做啊。那基本上像四月到七月这个出门是有危险的，那么比较虔诚的居士为了供养你也要出门啊，或者出家门或者到路上他也会有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么就节下安居啊，就不出门啊。那每年都有节下啊，那所以这个有一些是居士供养，有一些是像这一次《放牛辟经》里面的是频波娑罗王包起来了，三个月里面由他供养，但是他供养他也不是他一个人，是这几个村庄，因为佛弟子几千个人啊，比如说这一村的人啊，那么供养几号到几号，这一村的人，你通常三个月由那一些人供养也没办法啊。那么，但是这个钱是频波娑罗王出的，比如说牛奶，牛就是这样嘛。他频波娑罗王没有养那么多牛啊，啊，那印度比较好的就是乳酪、酥酪这种啊，那么他也没那么多啊，三个月呢，啊，几千个人呢，啊，所以他要买这个村庄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这你牛奶每天送哦，那你这个什么菜啊每天送啊，你这个什么每天送，这个饭菜他们做好的，不是送到寺院去哦，啊，是做好给他们吃的。好，那这个村庄负责几号到几号，这个村庄负责几号到几号，啊，都是这样的。以前那烂头也是这样啊，就轮流供养，但是这个都是国王出的啦，或者说这些贵族出的啦，啊，就买断了啊，你们就不用拿去外面卖了啊。这个期间，你就专门把你生产的东西送到啊，或是做好的东西、糕点还有这边的送到什么啊，送到竹林精舍就好了啊。那这个是这里面放牛辟疫经的。那我们说这个放牛辟疫经，他讲的自论这里讲的啊，放牛辟疫经跟大庄严论经讲的卷十一的是一样的，都是摩羯陀国，都是频婆娑罗王的因缘啊。但是啊，另外真一哈含经的放牛品、杂含一二四八、一二四九经跟放牛经、罗什另外有翻译叫放牛经，以及南传中部的，都是讲在舍卫国起眼精舍啊。那世尊跟比丘说的话啊，那这两个也有可能不冲突啊，就是最早可能在竹林精舍有发生这件事啊，后来佛陀在起眼精舍啊，把这样所谓的放牛，不是放牛，调牛、调育这个牛啊的这个法，又讲给比丘听啊。那有可能这两件事不冲突的，但也有可能啊。那因为佛法后来就是在哪里就说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舍卫国，但是他现在在摩羯陀国了，所以就讲在摩羯陀国啊。这个是经典里面也有这样的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说到啊，这个放牛经。那放牛经是非常有名的啊，乃至于后来禅宗有所谓的石牛土啊，那么也都有一些关系的。好，那现在来看啊，他说放牛辟疫经啊，中说啊，我们说这里啊，这里卷二里面说的放牛辟疫经，它是发生在摩羯陀国，而且是频婆娑罗王的因缘啊，请佛三月啊，其实就是节下了，三月都供佛了啊，三月都供佛啊。那么五百弟子啊，五百是形容多的意思。竹林精舍一开始就有一千多人了，竹林精舍一开始啊，它盖好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千多人。那么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啊，那么王须。国王需要新的乳酪酥，乳酪酥这三种是不一样的，乳结成酪啊，酪结成酥啊，这一个比一个好了啊。那么供养佛及比丘僧啊，就他要买这一些很多的啊，这些乳酪酥，因为啊这里讲五百，五百已经很多了啊。那么就跟那一些在附近放牛的这一些人，养牛的人说啊，你们啊，然后来这里附近住，那么天天都送好的新的乳酪酥，那么去竹林精舍供养佛陀及比丘僧啊及佛弟子，那么三个月供养完了之后，三个月都天天去哦
啊，那么国王怜悯这一些放牛的人，跟他们讲，啊，你们先去见佛，啊，见完佛之后，因为怜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供养佛的因缘，能够听佛说法。那听佛说法，从佛法中得利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你们先去见佛，啊，见完佛之后，啊，因为他们只是送进去啊，他们也没有见过佛，啊，那么见完佛之后，那么你们再回去放牛。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时间到，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啊。那后面都是讲啊，放牛啊。那么这些放牛的人认为啊，这个佛陀听说是一切智者，什么都懂，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懂得放牛，啊，因为他怎么可能懂得放牛呢？啊，就那些讲这个了。那后来佛陀就跟他讲，要怎么放牛？既然比他们知道专业放牛的人知道的还多，啊，就从这个例子来讲，佛是一切智人了，啊。那不只是放牛、调相、种田啊，这个都里面《阿含经》里面都有啊，告诉那些种田的怎么种田，调马的怎么调马，调相的怎么调相。你说那个是王子，也没放过牛，他怎么懂？他就是懂，道理上就是懂啊。讲这个了，好，我们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